怎么有奇装异服的人大摇大摆地走在府中商圈，甚至后头跟着的是好几名踩着高跷、同样画着特殊妆容的人。你没有看错，这是万圣节活动2023府中搞什么鬼，以奇幻作为主题。新北市政府的代理市长刘国仁副市长，就连副市长都打扮成吸血鬼，民意代表也跟进。不止这样，现场的小朋友们也都是有特殊打扮，在服装上各有巧思。现场变装游行，不给糖就捣蛋，家长们带着小孩踊跃参加。这个服装搞什么鬼？我们已经办了好几年，那我们今年一样的再次承办，那也搭配我们所有新北市的商圈一起来，希望在这一次的万圣节活动可以带动一些欢乐的气氛，让我们这些小朋友、大朋友可以一起来参与。活动范围从中山路一段扩大到北府中广场，除了集结50家特色美食、文创百货以及 DIY 体验摊位，还有视觉飨宴的变装比赛、精彩的艺人表演和讨糖大冒险，要让大家过个欢乐的万圣节。TVBS 新闻交换文消息强吴新燕新闻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